如今，自媒体对社会经济生活等领域的影响愈来愈大，可谓政商双化，纷繁复杂。不少信息也拢真假难辨，即使平台、微信公众号、网络大 V 等，这不小心就可能诋毁他人或产品的声誉，构成侵权。外国在，就有可能发现就心理一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该案的被告之一就是一位网络大 V。因其暗龙诋毁王国抢劫的声誉，法院依法判令该大 V 及其所任职的公司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王国抢劫不还恩。本案的原告是广东康恩堡三位会议有限公司，五被告分别是黑某上海艺术化妆品有限公司、北京梅博世界会议有限公司、杨英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梅网创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原告到起诉之当前，2020年3月13号开始，被告黑某以英号名大锤拍石，分别到微信公众号大锤拍石研究所、上海杨英公司的小案子、甲北京梅网公司的梅拍发布黑心激素宝宝孙名车推案、央视导航太猖狂的视频。涉及到北京梅博公司的抖音平台发布同样的视频，被告黑某到视频中以捏造事实、篡改骗走等手段，严重诋毁原告的品牌及产品及操作，导致原告声誉严重受损。京东、天猫等平台要求原告对及操作进行下架，消费者纷纷讨回，部分代理商也要求讨回及终止合作关系。事件发布及原告生产销售的其他产品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原告为此以侵犯其名誉权为由，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多项诉讼请求，包括判令被告黑某上海艺术化妆品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名誉权的直接行为，判令五被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判令五被告两大赔偿引起侵权行为第三原告产品消费品的降低造成的财产损失，占据500万元。朝阳区人民法院为此于2020年4月1号立案，需要依法适应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黑某甲上海艺术公司辩称，无论是化妆品行业或是医疗行业，拢应当知晓地产美商对婴儿的危害巨大，要遏制婴儿的生长甲发育，特别是对婴儿的大脑甲神经系统发育有明显严重的长期不良影响，属于婴儿化妆用品的致命危机。原告作为婴幼儿产品的生产商经验，违规违法行为如此严重，如此之罪，让人瞠目结舌。在被告的视频内容谎言的蒙对真相，无侮辱原告人格，不应认定被告有侵权行为。原告所遭受的财产损失和换摄视频无必然因果关系，并且其根据鉴定报告提出的赔偿请求也无事实甲法律依据。经审理后，法院依法为认定。经本院查明，一、被告好已在视频中发表“先来看康恩健”，垫付粉丝超过40000，被查出了含有激素地塞米松的婴儿紫草膏，累计销量超过了180000件。当然，如果你还有稍有良知，那你赶紧下架，发声明道歉，给所有用户退钱。如果你关系通天，死不认错，既不改正，那请你做戏做全套，别那么 low 的言论。被告的行为明显带有扩大事实，且存在诋毁原告企业名誉的事实。被告利用抖音、微博、小红书等网络服务平台作为营销平台，密集发布针对原告公司的不正当、不合理评价，目的在于通过诋毁原告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业声誉，削弱对方的竞争能力，从而使自己任职的公司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具有侵权的主观意义故意。其行为势必造成原告公司社会评价的降低，
从而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在被告发表上述言论后，原告公司出现了客户大量退货，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作为网络红布公司，另外的三被告北京媒博公司、上海建业公司和北京媒盲公司也做了未侵权的辩解，法院即依法予支持。依据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网络服务商仅需对其公司公告平台上发布的涉嫌侵害私人权益的侵权信息承担事前提示及事后监督的义务，其提供权利人方便投诉的渠道，并保证该投诉渠道的有效性。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尽符合法定要求的通知义务，且被告北京微博公司、上海行营公司、北京微盟公司已尽到了法定的事前提示和提供有效投诉渠道的事后监督义务，并未违反法定注意义务，故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在两个另一个焦点问题是构成侵权所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对此法院审理后也予以确认。本案中原告申请鉴定机构对公司因被告的言论导致生产销售商业生意的损失进行评估，经鉴定公司对原告在销售过程中因被告的言论导致的损失评估存在着确实存在一定的经济损失，结合鉴定意见以及原告在生产销售过程中也存在不合规的事实，结合侵权成因，本院酌定被告豪以上海易社公司赔偿原告的损失8万元。阁下前面的事情，朝阳区人民法院认定，被告黑某上海易社化妆品有限公司侵犯了原告公司的名誉权，导致原告部分推理箱脱货，公司经济利益受损，并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侵权责任法中关于责任承担的方式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方式，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中规定，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添加侮辱性内容、诽谤性信息、不当标题或者通过增删信息、调整结构、改变顺序等方式致人误解，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的规定，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判决被告豪以上海易社化妆品有限公司应在微博、抖音、小红书上以用户名大嘴博士在用户首页位置显眼处公开刊登声明公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公告时间为30天，并判决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公司损失8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原被告不服此判决，拢提起上诉。上头市东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2022年12月18日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瑞天王判。法官指出，互联网时代网暴事件时有发生，个人及网络平台应自觉履行各自的义务及责任，避免造成侵权或给他人带来困扰。对于个人来讲，消费者或者网络大 V 对其消费产品的质量、服务质量可以进行批评评论，但不能以夸张或扩大的手法侵犯法人依法取得的名誉权，且不能利用自己的网络影响力来诉之网络暴力，侵犯他人合法权益而吸引公众眼球，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对于网络平台来说，根据《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网络服务商仅需对其电子公告平台上发布的涉嫌侵害私人权益的侵权信息承担事前提示及
和事后监督的义务，提供权利人方便投诉的渠道，并保证该渠道的有效性。故网络平台在发生网络侵权后，一定要尽到法定的事前提示和提供有效投诉渠道的事后监督义务，避免自己成为侵权的主体。正常控案发推直对定音，锐化了建业界狂热与声讹。近期网络情况责任纠纷话再次提醒大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上网时依法依规谨安慎行，避免情况或给他人带来困扰。自企业更应主动自身的产品质量，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避免到鹅卵蛋受之以病，从而导致企业名额降低以及经济利益受损。山头被誉为每只高岛，每只文化汪洋流枪，锐冲着从秦桥到松岛的饮食高峰。湖滨埔街巷的小店琳琅满目的特色小吃，由高档征地的传统调查。为促进潮汕菜商业交流发展，最近由此餐饮业协会主办、当局聘请协会汕头市商务局指导的首届当局潮汕菜汕头名店名品系列评比活动，正火热进行中，吸引了不少老字号、网红店等餐饮服务单位报名参聘。谈嘅爽脆嘅河鱼是潮汕地区嘅特色美食，每只清新六点过。到市区同一路嘅老大河鱼店，生长力一嘅便开始唔爱起来，把海鱼剁透去骨，河内拍打搅软，加上佐料制成鱼状，最后再进行蒸制。生长力大，秋江白嘅河鱼是点来嘅招牌。我十三四岁就开始做鱼，河鱼就古河鱼搞这种做，我就四大人啦。河鱼现在就是，伊就是比较有清口。酥脆，吼、哦，伊个鱼皮比较有清点，吼、哦。但我是话是个鱼因个有几个特别之处。新鲜鱼呢，就是那买家为主队，就是那往就是那最后个最好个青椒个，往就有爽的几个入爽。据介绍，老大鱼鱼店始创于1958年，直接坚持传统配料甲手工制作。近年来，该店如做如大，除了主打的老字号山饼、麦家河鱼、花鸥、海子白河鱼、秋江河皮饺等五十挂的品种，以其独特风味而驰名，并获得广东名小姐称号。这只词的在话此家开店，首届当局潮汕菜汕头名店名品系列评比，依然马上破了名。帮我收藏个买家好，伊直直做到这种几十年是，俺平时直直也是有正彩经，如果那有红年过节是挂彩经。我爱报名参加这次潮汕菜个评选，就是为了让更多个人、更多个朋友、外北人个外北往老台好，伊食明白，也让更多个人来品尝人个潮汕美食。近年来，随着汕头文旅融合的推进，马市成了万人岛，新疆界马市南也成了新界拍卡点。这次马市南也参与首届当局潮汕菜汕头名店名品系列评比活动，爽上了独具潮汕传统风味的豆浆焗海鹅卵糯米菜饼。这次我们是申报了豆酱焗蟹，还有传统的蚝烙小吃这两个名品。那通过这两个名品呢，我们会更加的用心的去钻研，让这两个潮菜的本味的菜品可以发扬光大。那也希望呢，更多的人喜欢潮菜，更希望呢，有更多的游客能够停留在汕头，享受潮汕美食，品味潮菜，领悟潮汕文化，能够使潮菜呢真正成为汕头的一张名片。目前，首届当局潮汕菜汕头名店名品系列评比正火热报名中。到汕头市注册登记一年以上，且近两年来无失信处罚记录。具备食品经验资格的餐饮服务单位，可按申报清单准备申报材料，以本月当上在报上至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参与评比。目前各县报名情况可观，申报单位都用心准备申报材料，各区的商务主管部门都用心指导，提高申报材料的完整度，
届时将由专业的顾问组和评委组共同推进评审工作，欢迎各大餐饮企业踊跃报名，共同推进潮汕菜发展。三月七号尾，一只小轿车道行经后江区陆广大道的时候，失控撞向了路肩，驾驶员被控车来。可惜后江区特考消防救援总队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经过十五分钟的紧张施救，驾驶员被成功地救出来。事发到陆广大道松山路段，当时小汽车失控撞向路肩，巨大的冲击力将立块大墙直接路灯挂撞倒，因车头变形，驾驶员被控车来，情况直到非常紧急。接报情况后，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立即调派后江区特考消防救援总队救援人员前往处置。去到现场之后呢，经过我们的侦查，就发现他整个车由于碰撞完之后是严重变形，那个驾驶员的话困在驾驶位，那个被腿双腿是被方向盘给压得死死的，人的话身体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到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指定方法展开救援。第一，对他的车进行一个断电，然后排查一下周边还有没有其他的风险，然后立马通过我们的消防车，一方面是做牵引，第二个是我们利用我们的工具，然后对他那个方向盘呢、进行一个扩张，最后经过一个井然有序的一个救援，我们最后是成功的把这一名被困人员给救下来，转交给医院，带到医院去救治。经过一十五分钟的救援，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开车上路务必小心谨慎。提醒一下那个广大的司机啊，就是在行车过程中，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车速跟保持那个车距离。然后平时的话，对车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维护保养，严防那个车发现那个故障。最近，市区停喺路界新华乡公交站牌，怀疑被车撞后变形，导致第二轮胎误解光尖。乘客上一台站牌指引也未方便。再过，记者台交子哥受伤的站牌，只见路条枝条已经被撞折，到底往在框下边的，远远推去已经贴近地面。第一眼看上去这个站台像是跪着的，这个站台有两三天吧，不太清楚吧，因为这边的货车来回来回回的比较多。公交站牌边的地位，乘客爱同指引坐车也遭我不便。上摩托就下你坐个袂停，叫脚抬来吊下行，来听咩行，无说爱坐唔到，爱搬唔搬一些，无错。记者注意到。新华五站有代二十八、五十、五十二及幺零二路近四条山路计公交车经过，站牌受损，误解光尖，也影响乘车，花叔尽快处理。肯定不好啦，是不是啊？你也不方便市民来坐公交车啊，希望那有关部门抓紧时间过来搞一下，这样也不好看。那肯定要处理啊，不然这个老张还没改。这个老衲台来做大家台播，因为就想可不可以乌鸦播咁制度公司。来广州2023年汕头市东功能小保险杯新春抢炮比赛嘅最新消息，该比赛原定于2月26号举行，后因故推迟，确定延期到本月18号举行。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正有着不稳嘅推进。汕头市新春抢炮比赛是一项深受广大跑友喜爱嘅传统并排赛事，从1997年参盘至今已经有26个年头。因新冠目前影响，赛事停盘三年，今年定期比赛，好在跑友拢满怀期待。我很期待这次活动，因为有三年已经没有参加比赛了，所以这一次我想在这个比赛中发挥一下好成绩。现在很多年已经没有跑过这种长跑，然后我很期待这次长跑的机会。此次赛事设十公里跑及3.5公里花力跑六个项目，十公里跑项目起点及终点均设到南面体育场，3.5公里花力跑起点设到南面体育场，终点设到海滨路东洋华侨公园路段，
跑友多跑步的同时，可以欣赏沿海道路的充溢风光。今年的比赛原定于2月16号举办，后因故推迟，定到本月18号举行。这段时间，主办方已经开放托赛申请，已提交托赛申请的报名会员已网络托会，已成功托赛托款的跑友不再保留参赛名额。我们的救援队还有志愿者还有一些物料全部都已经是募集完成的。比赛是在3月18号，也就是下一周六进行。发布延期公告的时候已经同时开启了这样一个退赛申请，跑友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选择退赛或者继续参与。在如果是已经申请退赛的跑友的，他的报名费用已经在3个工作日之内已经原路返回，因此我们现在不再开启第二次报名。此长跑协会提醒参赛的跑友，比赛风量爱冲锋直线，强度即不要过高，并关注线路，保持健康饮食、睡眠充足等，避免运动损伤。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运动员呢在运动之前需要特别注意自身的一个心率。做好赛前充分热身，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后续的一个训练和比赛，以达到健康自身的目的。一股是团力是对此各港下集时期，国民政府总要经行过挪车当政讨伐官法等光明。1925年3月10号，山头乡会召开大会，欢迎胜利进入山头的当政官。1925年1月，共产革命政府发布党政宣言，正式向党光明宣战。东港共产区委随后也号召群众起来拍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党政军兵分三路，以共产党员和共产团员为骨干的五部军校校军三川桥南编入右路共建党，赵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右路外军和五部校军整顿新宿、连曲、淡水、平山、海防边防敌子吊山。3月4号，邓胜公进占普林古城，暗号攻克吉阳，7号进占山头吊桥。邓胜公所到之处，拢受到热烈的欢迎。3月10号，山头乡会举行大会，欢迎进入山头的邓胜公。3月13号，邓胜公击溃邓光明二堵，攻占暗花、兴岭、梅桂等地，取得了第一次党政的胜利。详情可关注今晚八点山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山头故事》。近日，江苏无锡举行石墨个人小格消费仪式，更有十亿余条个人小格被消费，最后包括因目前防控及服务目的，从土到城市大小格中心的个人信息。吴平龙就指出，公民隐私就该人口接翁。为确保小格贴断消费无法回弯，无锡市政府邀请第三方审计一家公证处参与石墨个人小格消费仪式。此外，无锡进口奶粮食品申报追溯系统、花王通行证等40多项小额项目服务应用，也从3月1号起陆续下线。挑十一条小格花费应用。无锡市有关部门以一种极富仪式感的方式，及当地过去管理的石墨个人小格消费活动，获得了亿万顾客。对于当地群众而言，这意味着许多几乎每日拢着拍开手机扫码的特殊时期已经过去。日无得有误，玫瑰山广东的健康码红布或康码，已于2月16号11时正式停止红布，也亮出了保护公民隐私的姿态。从本节上台，过去3年的目前防控工作，让全国人民长期处于非常状态之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这意味着有关部门出于防控目的，可以依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用于必要之处。公民也应该让渡部分个人隐私，维护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因此，任何非常状态拢有结束的时期。随着新冠一类隔关，将会一类一关。社会各方面拢应无私回归常态，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定原则自然不例外。对此，处理信息的有关部门必须保证相关信息只用于防控目的，
并确保接收信息，然后接收。如今然后的时间已到，有关部门靠边做到接收，决定着公民隐私是否得到切实保护，也决定着社会大众对有关部门的信任度。目前全国已经拆除实质行动销毁什么个人消据的地区，并未存在。为了这些商家价格正面示范，相信如来如在的地方会更充，最终形成全国性的政策共识，确保每个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